经来到第几代了？很厉害哦，都有在发了。那来到了第八代，当然东西越进步一定会越好。那我们的第八代的 Intel 处理器，但凡你想要的都有。怎么说？你可能会想要这个效能提升，然后呢想要处理速度变快，再来还有时间上面要可以更长时间的来使用，通通都做到了。我们的效能比上一代提升了40%。那在工作表现上面，跟五年前的电脑，为什么会提到五年哈？如果现场上有朋友的电脑是五年的使用寿命的，其实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来代换一下。那我们第八代的 Intel Core 处理器，比五年前的电脑来比，它的工作生产率提升了2倍。那如果是像是高画质影音转档这些的，它提升了10几倍之多。好，那它内建的这个功能呢，让它的这个处理效能的提升之外，生产力可以变快。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池使用时间，不管你是离线还是在线来欣赏高画质影片，它最长会有10个小时之久。好，所以其实是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到我们的第八代的 Intel Core 处理器。好，那既然我们一直在说 Intel Core 处理器怎么来选，怎么选呢？我们来帮大家来简单分一下。现在来到最新的第八代，其实系列很简单，就是我们的 U 系列和 H 系列。那这两个系列的选择上面怎么选，在还没有介绍的时候，有人知道如果我要选择一台极致轻薄省电的笔电，然后呢又可以有文书处理功能的 U 和 H 系列，你会比较推荐哪一个系列？有知道吗？ U 系列，对，可不可以用 H 系列？当然可以的哈。那 H 系列它这个呢比较推荐给像是电竞爱好者，或者是有对做这个影音编辑的朋友，因为它这个对电脑的要求上面会来得更高一些。我们的 U 系列 i5 i7 都是由2核心提升到了4核心的哈，现在都至少有4核心8执行器。那我们的 H 系列呢 ，i5 4核心8执行器 ，i7 是6核心12执行器。那这个 i9 如果有一直在发了我们的 Intel Core 处理器的，它就是之前的我们的这个 AK， 而它现在的这个名字更名为 i9。那这两个系列就是这样大致来分。如果刚才的介绍还是听完了还是不太会来区分怎么样来选购笔电桌机或者是 2-in-1 的，有人知道怎么办吗？介绍完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样选，有知道怎么办吗？直接到全国电子摊位内找业务找工作人员，很简单嘛，对不对？好，那刚才的介绍完了，我们来这边玩一个小游戏，顺便帮大家温习一下，顺便来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精美好礼送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清洁组。OK， 我们等一下的游戏里就是我们的清洁组，有玩游戏，然后回答题目，答案正确就可以得到它。我们有准备了4题，每一题准备了3个答案，好，3个答案，3选题，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每一题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好不好？4个名额。那我们之前有参加过的，或者是说已经玩过好几轮的朋友，我们就是这一场，先稍微让没有玩到的朋友多多的玩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场活动了，好不好？以还没有玩过的朋友为主，有没有从来都没有玩过，想要来玩看的看你自愿，1、2、3、4，好，就你们四个，刚好最靠近举手的，那就先挑选一下我们的题目，好不好？你先，然后换你，然后换你，好，最后你，好 ，OK。选完题目，你先挑的，那你先拿来题目。你的题目是：天哪，这么难哦！你天有最新的处理器到第几代了？第八代，好厉害了，好，恭喜你。好，来第二位的同学，你的题目是：请问一下，主流轻薄续航力强，要选择哪个系列的处理器？哪个系列？对，这个它里面有刚才有介绍，有两个系列，还记得吗？一个确定是 U， 确定吗？对嘛，就是嘛，多问一句怎么能犹豫了呢？就是我们的 U 哈。来，再来下一位的朋友，请
请问一下，购买电竞高效能笔电要选择哪一个处理器？其实你跟刚才的那位朋友应该是兄弟来的。H， 来，恭喜你答对了，就是我们的 H 系列。最后，请问第八代的 U 系列 i5i7 的处理器是几核心？几核心？几核心？四核心哈，来，恭喜答对了，好，很棒。那我们这一班呢，恭喜大家都是顺利毕业哈。那最后呢，还有礼物要送，不用急，不用急，我们礼物准备了很多，要送给大家。那在接下来送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这个礼物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礼物舞台主持人这边又没有办法送了哈，要麻烦各位在我们全国电子的摊位内兑换领取。首先，我们准备了一个春季电竞的软体包，那里面呢，它有五款的正版软体，其中有一个呢是大家蛮多人应该会知道的《战神游戏》，全部是正版五款。怎么样获得？但凡你购买了搭载 Intel Core i5、i7、H 系列的，还有记得吗 ？H 系列的就可以得到这个应用软体包。好，那你如果请问一下，购买 U 系列的可以换到吗？可以吗？对，不行了哈，就跟你说 H 系列。好，那再来还有呢一个礼物，那个礼物是什么呢？这个礼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U 型枕，超级无敌好用的 U 型枕，让你这个旅行更加的轻松。今天有头外线是来了，等一下要赶回家的，好像草草只有你了，可以带回家。这个呢是我们今天但凡只要有购买 Intel 第八代的处理器，不管是桌机、笔电还是 2-in-1 全机种都会送，好不好？只要是我们第八代的 Intel 处理器的，就会送给你这个 U 型枕。好，好，那我们的这个好康介绍完了，好礼继续送上。天哪，其实应该差不多了，我们送这么多好东西了。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两个礼物送给大家，这两个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对，公仔，那这个也是我们 Intel 的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是限量版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今年有效，因为今年是狗年哈。我们去年呢，有朋友如果有收集到的小鸡公仔，可以把放在一起，慢慢的跟着我们一起累积十二生肖，好不好？那两个礼物，我们最后要送给看看。最支持 Intel、最了解我们今天全国电子摊位的好康的朋友，好，那我们先来选出第一位的朋友，看看在哪里。请问一下，如果要挑选 CP 值最高的，不管是笔电、桌机还是 2-in-1， 首选厂商摊位是哪一家？有点辣差了。我觉得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笑了。请问一下，挑选 CP 值最高的，不管是桌机、笔电还是2-in-1，要到哪一个厂商摊位？哪一个厂商摊位？哪一个厂商摊位？好了好了，站在一起。你一定要站在角角吗？其实你可以站在中间，带领大家一下，大声的喊出来正确的答案，对不对？那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 CP 值最高的超值的笔电、桌机或者 2-in-1 在我们的全国电子之外，再来就是我们最便宜的方子也是在全国电子哈。好，小超手上还有一支要送出，请问如果你不管是自用还是朋友要帮他来做这个选择挑选，首选处理器品牌是哪一个品牌？哪品牌？哪品牌？小超选择出来吗？这一位最大声啊，先送给你。好，那今天你既然已经是最后一场了，我们这礼物全部开箱送完了。那我今天想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有说的，我们的应用软体包是有购买我们 Intel Core 处理器 i5i7 的哪一个系列送？好，最厉害。请问一下，刚刚我说的那个 U 型枕是购买哪一个全系列机种就会送？第八代 Intel 姐姐很棒，再多送你一个。这个是我们那个清洁组的那个清洁纸。好嘞，好，那我们今天的舞台活动呢，就最后一场到此告一段落了。但是，虽然
然是最后一场了，虽然我们舞台活动结束了，我们的摊位还在，好不好？大家还是可以去逛一下我们的厂商摊位，里面所有今天最后观展前的隐藏好礼、隐藏优惠、隐藏好康，大家都可以赶快来问一下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业务们。那我们舞台活动就到这边了，来，谢谢大家。